有吃有玩又有欢乐摊位哪里找？由教育系举办，教育文会厅摊位活动于4月11日至15日城镇中庭热闹展开，欢迎全校师生前往参观。今年教育周摊位将活动规划为三个部分：棉花糖传情活动，只要2个10元铜板，便会将您的心意传达给您的心上人。今年还购买喜憨儿饼干转售，未来计划将募得的款项全数捐给慈善机构。美食不但满足您的胃，同时也能做爱心。游戏区更是有趣，只要捐发票便可参加精心设计的挑战，和教育系学生们一同较量，还有丰富的奖品可以拿哦。校园记者陈玉涵采访报道。